市长为什么只有加油没有恭喜？哦，你好，那都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你要对赖清德说什么？好可怜的。市长，那如果赖清德这串选啊，你觉得他是？你觉得他是被做掉？你觉得他是被民进党做掉？谢谢。你说被做掉？好了。蔡英文出现会降低你的那个参选几率吗？应该政界讲法是不会升高，也不会降低，我还是做的事。市长为什么只有加油没有恭喜？哦，你好，那都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市长，如果就是赖清德，你喜欢我就，你喜欢听什么就讲给你。那你要对赖清德说什么？好可怜的。市长，那如果赖清德这串选啊，你觉得他是？你觉得他是被做掉？你觉得他是被民进党做掉？谢谢。你说被做掉？好了。